谢谢大家，拍抗真的没有大家不行哎。那希望大家明年也继续支持拍抗。那感谢各位讲者、各位赞助商。那不知道明年主席是谁，希望不是我啊。那希望是下面的任何一位都好。如果大家有想要工作人员，赶快填那个会后问卷，我们在 Telegram 跟网站上面应该都已经有连结了。那如果说就是有想要报名工作人员，在会后问卷的最后面有联络方式，就填上来，我们就会去找你。我们会去找你。谢谢大家，明年见。